柔风虎，一拳超人2023年最后一支现实角色，他的主体攻击和水龙可以说是相辅相成，不过进行追击的方虎伤害则没有这么出色。柔风虎推出一天，玩家还是反映了一些问题，该角色和要战力的龙卷一起放在场上，风虎似乎没有办法正常反弹额外伤害，这一点仍需等待官方妥善解决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也做好全方位的准备，当前队伍战力来到了100万大关。透过不断的培养，妥善查看新手风虎实战能力。当然，这一期到了月中，我们将添加优波罗斯至队伍，这样才能使风虎发挥极限进攻的能力。虽说姚崩虎看上去还是有血量不足的问题，但在进攻端上表现丝毫不逊色。这里我们领取游戏奖励。好了之后，准备开始今天的影片。姚崩虎青铜组冠军第二级。今天我们将开启更多的橙色装备，赢得战斗胜利。好了，本片开始。我好像不小心把崩普弄得太强了，才到了第二级，我们的战力是80万了。那么今天要开一点装备，因为我们这个崩普呢，啊，目前先把这个武术腰带给他强化，然后还有武术家的徽章去给他得到进阶，啊，这里先强化，关小声一点，然后到了两颗星，崩普是走攻击嘛，同时呢，这个角色对一些老手来讲，他们好像开始有点意见，觉得崩普缺点好像很多，好像是不能跟龙卷去共存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我们先把这个眼前的事情，这角色该测试先看清楚来。好，83级这个地方两颗星，这次金石比较多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然后攻击力目前是6万，当然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评论，协助水龙成为武术界的泰斗，没水龙一样抽，我就要逆本而行。OK， 那么这个越抽越强，就崩普的姿势，我后来研究一下，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好像不是很协调。你看看，好了之后，我们要来开装备了。这里我准备非常多，我们先开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开这个野性的，我们要攻击 percent， 321。好可惜啊，这个是上面跑歪，不然它是很漂亮哦。嗨，再来，这一线吗？二线，难怪是吧？你早就该给我回到一线去了。321，攻击速度，哎呀，跑歪了。好，我们加快速度，防御不对，再来，攻击速度，攻击 percent， 攻击，哎，又跑歪，再一个，高效下装。哇，这个防御那么多啊！等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到七线试看看。好了，那换了应该是没有用。攻击，生命暴击，可惜这件还蛮漂亮的。攻击，两件都生命暴击啊！要爆到什么时候啊？攻击 percent， 完了，生命是满出来啊！攻击啊！哇！我头开，我高血压啦！我现在高血压了，我的装备，我的没有那么多碎片啊，你是吧？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哦。等一下，暂停啊，请求暂停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狂人去升道具啊，等一下见，等我。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子搞啊，不要这样子搞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这个的话，崩普应该是 S 级嘛，对不对？ S 级格斗还有英雄好不好？来，英雄先搞这个英雄。怎么会是 A 级啊？这个是假面的卡，你不要再给这些了，我拜托你好不好啊？我求求你啊，我真的拜托你让我好好玩好不好？随便你好不好？随便你，反正你就是这样子嘛，骂一骂就什么都有嘛。你看看，你就是这样子是吧？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，这个装备怎么去玩啊？你怎么玩？你教教我好不好？这个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很差，他现在这个都没有办法玩啊，这很差。
是很差，这非常差、啊。你这个是等于你这个六趴，你不要加了，你不用去弄成这样，九十几万。哇，我那个碎片我是到了收了两三百个碎片，你还这样子做啊？是吧？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教人家怎么玩？对对，你去买这个是正常的，不是你买这个不对吗？谁会去买这个东西啊？你不要去弄这些嘛！你买重点是你有用的话我们可以买，问题你没有用，你有没有用？有没有攻击速度攻击 percent 好一点啦，歪掉了啦，那换一件回来，先这样子啦，没关系，再开吧。我已经是这账号像非洲，这很倒霉，这很倒霉的账号。恭喜你到了85000了，哎，这个里程碑应该是要有点伤害啦，他不是说昨天才10000多有没有，现在到80000多。 OK， 那我们到竞技场先找昨天那个玩家，昨天那个嘴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好吧，他可能往前走了是吧。我们再看一下展示区，这边展示区真的是没有高战力的。好，那我们换一批，有了450000，这也是帮补啊。我们直接往前好了，然后直接到白银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先把青铜组冠军的头衔拿下来，就是是浪费钻石，可是狂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？因为我们多学习点东西，按部就班，是吧？这个名次有的时候他有一个里程碑，还是给他拿下来。哇，这个是 NPC。但是我今天也不想拿了，哎呀，不是啦，我真的是这个游戏的话，我怕你们真的无聊了，因为前面没对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伤害值很重要啊，等一下打架了，哇，后面的伤害显示不出来，哎，不去，好了，到了白银了，应该有了，白银一定有啊，不是应该，狂人。先往前走，然后把对手给找出来，等一下见。不是啊，这个伺服器真的怪怪的，白银组也没有人呢，他是怎么样？是不是都跑去前面了？很少遇到这样子啊，白银组冠军跟青铜组冠军都没有一个是真实的玩家，都跑到前面去了，奇怪了，你们这伺服器应该也不会这样子吗？哎，真的是奇怪了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又是等于打到100名，我们就往前飞了啊！这个都没有对手啊，根本都没有人啊！真是的，怎么会碰到这样子？不然等一下再去巅峰阴峰，等下去巅峰竞技好了，还是没有人的话，先看一下伤害。80000的风普伤害是有了，不过我觉得水龙更痛，因为水龙上了内伤之后，他的第二段打得非常痛，这风普还是落后于水龙的攻击，伤害60名。真是的，有了，终于有一个了，100000。这个是带水龙跟球棒，我们呢，我们就正常玩好了，好不好？正常玩，好，来看一下哈，我正常玩比较准啊，总是打这个100000的，也不要改阵容，都不要改，先看一下怎么回事。我们首发先打出去，他这个水龙呢，本身有护体是吧？哎呦，结果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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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，这水龙有步区，等一下你们先不要再弄水龙了，我想看一下水龙。哎呀喂呀，水龙倒掉了，其实没有，水龙真的比较强啊，你们倒掉看不准啊，那个水龙真的是比较强啊，对吧？我们不可以说睁眼说瞎话，水龙确实是比较强，这个崩谷的话那比较可惜，我觉得这个水龙做的太强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邦普在动漫，邦普跟邦普都一样，在动漫里面怎么可能打输水龙呢？那这个水龙是很强，没有错啊，但是这两个应该是大师等级吧？看一下，这个是40000战力，259名。好了，等一下见。我是等到6点钟，你就给我看这个。对对，那个青铜组没有就算了，连白银组都没有啊！这第一次遇到这样子，这些都没有遇到啊！这伺服器怎么人都是跑到前面去了，对吧？这个没有办法，180、130名，这场打完我们就直接到黄金组，黄金组应该要有了吧？黄金组再没有也太夸张了，我们直接晋级喽！刚刚最高是300多万，这一次来变低了，这次只有110万，邦谷。哇哇哇哇！这次反而是邦谷打得比较痛，
OK， 都没有对手，我们现在在打睫毛了，这打完了单体120万，要到黄金组了，我们在到黄金组了，怎么那么快啊 ？OK， 我们到了黄金组了，黄金组有了吧？先看展示区，好不好？我先看一下展示区。对嘛，对嘛，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。不过要打到黄金去，到了黄金组啊。哎，那这样子要往前爬呀，爬到什么时候去了？都没有那么多钻石啊。先刷新一次看看，哦，没有看到，再刷一次，没有。刚刚那个前面第一号要刷到815，810名也不好刷，啊，820名，好了，先往前走，就吃到240钻石了，480名，490名，480名，奇怪了，是不是真奇怪啊？就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有的对手只有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已经到黄金组211名了，还是没有看到适合的。然后并且呢，这个是决赛有没有？他，对吧？又给困住。你这个是要配什么东西啊？你不可能嘛！你100万你要配什么？还有啊，还有可以配的，197万是吧？是吧？光谷都上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用铜地，前面的话我们卡一个凤凰男，那么豪杰跟崩普站在一起，本场战斗开始，终于有一场能看的，对面放了居士，你们觉得谁赢啊？这个居士对上崩普又是什么样子？在灼烧，已经在烧喽，哇哇哇，300万已经在烧，哇，不是，怎么从球棒开始，怎么这游戏都变得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烧一下的就变木炭了，它是崩普啊！还搞得跟挖男一样啊！哎呦，有爆山，这次可以了吧？对对，人家旧版的角色那么多，你总该要让我们威风一下了吧？可以有了吧？秒杀，秒掉，月战6倍，哇，300万！哎，月战6倍，等一下，崩普又闪避又闪掉了，月战6倍，看有没有来。光谱把爆山解决，喂，怎么没有破啊？约战六倍，半谷半格打不下来，约战六倍盾牌太厚，你要靠一个闪避也闪不了，这个很痛。哎呀，这游戏怎么这两个月都是出这些角色啊？这为什么是？这80万你是？对吧？你不能这样子看不起我们啊！我们打这个200万的，哇哇哇！这个有水龙哦，这也没办法。你看看，包普现在还是有点困难。我们已经提升到100万战力了，果然你没提升，你更早出局，你优先就出局了，还给你打嘞，还旋风连打，这是什么用啊？来，来来来，不是这个伤害落后水龙，水龙太多了。球棒果然也是。没有办法，球棒也不强，还是水龙厉害。你看对面这水龙，等，哎呀，我一怎么改造杰诺斯1300万？这豪杰怎么刚刚这变得漂浮在空中去了？有没有看到啊？就是这么强啊！哎，这个还蛮好玩的嘛，这个比竞技场好看多了，对不对？有各种不同的对手啊，对新手还是很友善。其实我跟你讲真的，这一场没有打赢。真的是要检讨啦，这个是旧版的崩普跟这个杂鱼，你没有办法赢这 UR 最新的，是吧？你不可能说这盾牌也该破了吧？才200万战力你都打不破，这收拾行李回家啦。对吧？你哇，后面都没破啊，这问题有点大啊。这问题是真的是有点大，我必须要跟你们讲，它有点，对的。崩谷昨天看崩谷也看起来应该是 OK， 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的，对吧？你第一回合你秒不掉就是有点夸张啦。来，哇，还输啊，还可以输啊，哇，你真的是还可以输。走，我们去二绝，我们那天快要二绝了，好，我们把它二绝吧，不然没有办法打x2x1，哦，差两个那个进化石什么的。这里有送什么钻石啊，荧光棒什么的，走，
招募五八十重置了，看有没有办法欧洲一点，然后赶快把他奖励领领，不要到三百嘛。对对，你看一绝他就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角色基本上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存很多券啦。他跟球棒一样是很难练。诶，这个是格罗里巴斯，我这哎呦，欧洲人抽到一个格罗里巴斯。好了好了，快点，我们好像上次昨天是200、201、202、203，这应该是230。这应该是240，我去看一下。先抽第一颗，再抽一颗。来，觉醒石，没有就是300抽了，就饱了嘛。那你先来一个进化石吧。OK， 还是要到300，不过这边我们多了一点碎片。OK， 然后他又重置了，我们到活动这里。你还是吃300，但是我们这个不拿不行，因为刚刚有发生问题了，就你怎么打都输。当你遇到这样怎么打到输，你不强了也不行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实测这个角色的功力嘛。目前就是一绝，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攻击力，哎，对新手来说不是很友善，你不如还是走普罗斯，走水龙，哎，走什么都好。200了，对，哎，跟着300了，对不对？300了嘛。好，来了，真的是来了。光谱正式抵达二次觉醒，走。再回去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现在二绝了，你无尽战区你也应该要打个漂亮的吧？这个 UR 版本的这个打输这个新，不是打出最初的角色，240万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都是，我们应该要赢啊！他一直 SSR 原子武士你都打不赢，要爆三，我们还是先攻击的这一方哎，二绝咯。赢了吧，他没有盾牌，你不要输啊！这一定是赢了吧？你刚刚是有崩不盾，哇，还是有点软脚啊？诶，不过他有额外伤害啦，对啦对啦，不过这原柱士好像快倒了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软脚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看人家原柱士，人家200万战力练那么好，这是崩普，好姐。豪杰美容院又要开了，这都是要去洗头啊，这都是要去洗头啊！你这什么都输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啊，先把 PK 场给他再打回来，我这不知道怎么讲评的、啊，这角色真的越来越做越强，是吧？你的眼神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神那么凶狠，手都变这样子擒拿术了，之前也没这样子。哦，我真的是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哦，明天见了，大家拜拜。是来宵夜上的，气炸了，真的是气炸了。